一开始我从，结束我从，聪明几乎都毁掉了我。这首歌曲的演出，来，我们有请康康老师讲评。可爱的玫瑰花唱得比较好啊，不是说 我自己有唱这个歌，就说好像我唱比较，其实我的版本也蛮不好的，因为我那个是 live 的，然后也那天也喝蛮多酒的啊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前面可能是因为小虎姐也有翻唱这个歌了，那等一下可以请她再补充。前面你那个拖音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，就是可能就是你要按照节拍唱会比较好。那后面的话就是可能唱得太用力了，因为他的原唱是齐秦嘛，那齐秦的声音其实是恰到好处。这样马上来看 Main 哥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 Main 哥的天堂与地狱的演唱平均分数是18、19、19分，小虎老师给他一些批评好吗？这样有气氛的歌曲，你跟乐队没办法有默契。那前面太拖，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可惜是说你麦克风拿太远，我不知道是心虚还是说你习惯，把麦克风拿太远。因为我这边听很大声，所以我怕会太大声。是哦，那但是其实我们这边听其实是呼。就是忽大忽小，尤其是你唱高音的时候，你就要拉很远。其实这种对我们就听觉来说是很不舒服的。那当然，情绪上是 OK 啊，只是说，因为我自己也唱过这首歌，我觉得老师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好不好？啊，包括前面的拍子啊，还有麦克风的远近，小虎老师请示范。想问天。这是迷信，弯弯宿命，放
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空里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这样就好了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制作单位省了100万的制作费，好不好？没有，现在我们小武老师开金口都是百万起跳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，太好听了，虚报虚报。就是说，这个这首歌其实它有它的难度了。其实我刚刚张馨姐其实也唱的，不是说那个拿捏，好拿捏可能再要再顺一点这样。那像这样的像这样的歌就有点难度这样。啊，成绩也不错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演绎。